亲爱的各位来宾，首届三 T 文学奖颁奖典礼已经接近尾声，感谢各位来宾和观众朋友们的到来，让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。俗话说，没有相声和小品的晚会不是一个好晚会，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曲，为我们的晚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接下来由我们三 T 文学奖的创始人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掌声有请他们。从未去过的咖啡店，昨天时间它的地面，它告诉我它信仰的宫殿全部消散在云烟。不知他还会不会出现，可乐咖啡都放在这边，对我抒发的心中怨念。没有他的空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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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他的空间。时候放弃了，忘记了，面对现实了。那可我不愿低头，不愿向生活投降，举手相信理想总会复活。那感受到信仰的脉搏，那在这伤心透了的王国，我仍然在为理想拼搏，哪怕大雨滂沱，昂起头颅。他不愿在失败孤独中死去，他不愿一直活在地下里，无知的骗局，匆匆的蚂蚁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。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，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，无知的骗局，匆匆的蚂蚁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，他不伤心。好，